同埋嚟緊呢個動作都係訓練肩胛向前伸同向後收嘅動作。咁開始嘅時候咧，喺膝頭跪住，將個盤骨擺啱位，收住個腹肌。咁啊，手指咧盡量擘開，膊頭少少向外轉。咁咧控制的地方就係肩胛位置。開始做嘅時候咧，你係要我哋嘅拱背，用力拱起，跟住慢慢沉翻低。感覺你個人好似向下沉低，而個腰咧又唔喐嘅喎。咁啊，負氣推，盡量拱起個背脊，去到最高點定住，三秒、兩秒、一秒，慢慢落翻去。咁除咗顧及肩胛之外，你都要留意一下個腰嘅位置靚唔靚，唔好做下個腰冧曬喎，盡量收實個腹肌，拱背曲。而做的時候都不要讓肩頸過分緊張，